你看天上的月亮为什么总跟着我们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问问月亮啊。月亮月亮，你为什么跟着我呀？我要回到我的家，你的家在哪里呀？草草，你又编了一首儿歌啦。我还会编许多许多呢。妈妈，刚才的那首儿歌你也来念一遍吧。好，让我想想看啊。嗯，月亮月亮，你为什么跟着我呀？我要回到我的家，你的家在哪里呀？对吗？对的对的，我再念一遍。嗯，月亮月亮，你为什么跟着我呀？我要回到我的家，你的家在哪里呀？很好。